你好，沃尔特，等客人呢。嘿嘿，啊，啊，哇！所以你是特别来宾。嘿嘿。怎么了？鳄鱼卡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超级卡车，小心！你能抓住他的。啊，不，那些车挡住你的路了，好身手。哇，鲍比变大了，你要怎么避开它？他走了。你无处可逃了。鲍比落在了房顶上。让鲍比回到水里去。那派对上的汽车呢？有样东西你忘了带下来。不是吧，这是一辆蒸汽压路机式赛车。就是这种精神。有人需要超级卡车。本找到了一棵完美的圣诞树。宝宝们早就在等着它了。你得去帮助他，
拯救圣诞节，超级卡车。加油！这项工作需要一辆结实的汽车，是时候变身了。超级挖掘机，太棒了！超级卡车，板后退一步，超级卡车会把这棵树放到你的手推车上。好的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到市政厅去。超级卡车，这棵树太重了，请帮帮本。好的，我们去看看宝宝们。宝宝们非常兴奋，他们在这儿呢，我们的英雄和我们的圣诞树。本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我们要怎么把它放进盆里？我等不及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。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圣诞树，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大家圣诞节快乐。哇，你们三个要把那些糖都吃了吗？如果你吃太多的糖果，你们就不能工作了。你们不舒服吗？你决定今天去散个步放松一下吗？听起来像是建筑工地上有人在呻吟，去看看吧，超级卡车。好多好多的糖纸。建筑三人组吃了太多的糖，他们生病了。超级卡车，你要变身，帮他们完成冰淇淋摊的搭建。你要用推土机把所有的部件组装起来吗？这样建设更快更容易。哇！现在你有了所有的部件，你需要再次变身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。你可以用那台起重机很容易地装配这些部件。那些承重杆必须非常牢固才能支撑住棚子。
那是一个很大的屋顶。嗯哼，后墙很吻合。建筑三人组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你完成了冰淇淋摊的建造。当心那桶水泥，超级卡车。哇，好险呀！从屋顶传来的是什么声音？超级卡车，小心！超级卡车，哦，快用 ST3000！是的，遥感射线能帮你静止掉落的物品。快点，超级卡车，锤子就要掉下来了。还有一个水泥罐从屋顶上滚下来了。超级卡车，保持警惕。对不起，超级卡车，但你很好的救场了。那冰淇淋看起来真好吃。感谢超级卡车帮助施工三人组完成了冰淇淋摊的建设。哇，宝宝们，你们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星球。奇力，看那个超棒的星球。奇力，你不想与桑尼和贝瑞一起玩吗？看起来很好吃，超级卡车。奇力在海滩上那边，他不开心，你得让他再次微笑。嗯哼。怎么了，奇力宝宝？你不舒服吗？我们来玩捉迷藏吧，我们会转过去不看你。奇力，你先躲起来，数到三，我们就来找你，好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了。奇力今天脾气很不好，我在想怎么才能让他笑呢？你为什么不去逗其他宝宝呢？那可能会让奇力大笑。超级卡车，你为什么不变身来逗奇力笑呢？巫师卡车要表演魔术吗？奇力，那难道不是你见过的最漂亮、最多彩的乐高车吗？奇力，这些你都不喜欢吗？再试一次，超级卡车。啊，不，奇力还是脾气暴躁。这行不通，超级卡车，你为什么不再次变身呢？哇，蜘蛛卡车绝对能让奇力开心。看，奇力，这些蜘蛛网很棒，不是吗？继续，超级卡车，终于起作用了，你可以停下了，超级卡车。奇力笑是因为查德，不是你，对不起。奇力，你饿了吗？超级卡车用 ST3000 给奇力弄点吃的。
你打算用螺旋桨推进器做什么？哦吼，螺旋桨推进器拿来了超级卡车留在餐厅的还没吃完的派。奇力，吃完派了，现在你开心了吗？奇力，准备好玩星球了吗？谢谢超级卡车，让奇力再次开心了起来。大家都很开心。汤姆，那是什么？你们得从章鱼过山车上下来，马上。超级卡车，有烟囱游乐园升起来了，你最好去看看。章鱼过山车开始摇晃，所有的车一下来，它就爆炸了。我们走近一点，看看损坏的程度。爆炸后，章鱼过山车基座的碎片散落在汽车城各处。超级卡车，你这次变身后必须要非常强大，来取回所有的部件。哇，你变成了独角兽，你要用你的独角兽角去拾零件吗？树顶上有一部分，这脚有魔力，它把零件传送回章鱼过山车这里了。运河桥顶上还有最后一部分零件。脚的魔力耗尽了吗？是时候再次变身了，超级卡车。章鱼过山车需要它的王冠才能重新开始工作。我相信超级卡车会找到剩下的部分。小心点，超级卡车，这一部分非常关键。快点，超级卡车！不，剩下的部分掉进了河道里。在这里，快用 ST3000。你抓到侧面了，超级卡车，慢慢的把它拉上来，小心，超级卡车。好险呀，拿到了，超级卡车。嘿嘿。嘿嘿。耶。启动吧，汤姆。希望它不会再爆炸了。你现在可以放松了。